著名攝影師杜可峰呢日戴住口罩，隻身現身機場，見佢心情超好，原來係要去大阪度攞獎啦。不過最近肺炎疫情咁緊張，出門口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啊？驚唔驚搭飛機？有少少驚啊！見你帶咁多個行李，今次又會去幾耐呢？14日。咁你會唔會去嗰邊買口罩？一定。一定。我嘅大。